上了正官的时候，有时对处事的时候呢，会觉得啊，有时有些事情呢可以再细心去观察，有时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嘢咯。咁上年咧都有啲媽媽咧嚟我哋學校咧帶領一啲學生活動啦，咁從中都感受到佢哋好用心同埋好淡定啦，亦都能夠咧將正觀嘅精髓咧由內而外咁實踐出嚟嘅。咁所以今年咧我都邀請咗本校嘅家長咧參加呢個正觀培訓嘅計劃，而報名嘅人數咧比我想象之中咧踴躍，咁我都好欣賞佢哋咧積極學習嘅態度。在計劃裏面，其實我們很希望是首先是參加者，特別是這群媽媽，他們在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平時的生活態度上面有改變。但更加令我深刻或者深印象，就是不約而同有好幾位媽媽的分享，除了在他們生活上，例如壓力水平、壓力管理，例如自己的情緒以至思想行為上面的改善之外，更加令我深刻的是他们的亲子关系得到改变。